哎，这不是老板吗？这小白脸是谁？叔叔，别动啊，别说话。不是小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我的头发都绿了。头发不挺黑的吗？你少来这套啊！你就是小东吧？哎，干什么？我是怎么了？我是他男朋友。你他是？别说话。你是他男朋友？就你这样，你能配得上他吧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一个穷光蛋，我能给他买包、买化妆品、买衣服，你能给他什么？不是，那我能天天陪他吃、陪他喝、陪他玩，哄他开心，你能吗？你根本都不懂。老板需要的是陪伴，对吧？哎，现实一点吧。干嘛？现实一点吧。我有房有车有存款，你能给他什么？现实会打败一切的。你就算你说的对，但是我会通过我的努力，我会让他拥有这一切。我甚至可以给他当老公，我可以倒插门，当上门女婿，你能吗？你能吗？好傻啊！记得把你闺蜜介绍给我哈。记着了，快走吧。不是，哎，不是什么意思，老板啊？这次就是真的，你不反悔哦。